一档跑男让嗜血的青春被无限激发，明星们平素健身保持身材，今次更是大有用武之地了，各种小心机，各种不经意都可以展示低调的一面。2013快男兄弟结伴出征，为了录制节目也是拼了，兄弟们热血沸腾，既然没轮到我，那就先踢个毽，花花闲情逸致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运动这事儿就由其他兄弟出马吧，吃这事儿我当然会一马当先。刚才本来那个任务就应该少吃点，然后他们还是要吃多，对，他一个人吃了一锅，这么大一锅。要不要回应一下爸妈，你是公认的吃货？我还是挺爱吃的啊，一般有吃的我就想慢点吃，对，这样我可以吃多一点。被爆料是吃货，花花依旧一副不紧不慢，毫不生气，谁让我们是好兄弟呢？此届快男距离比赛结束已经一年多，大家也都各自拼搏，但他们却经常相聚，可见兄弟情深， AA 制倒班结账也是个不错的办法呢。因为我们关系特别好，然后平常会一块吃饭啊，一块唱 K 啊，打球啊，都会，就是该轮到谁了，该轮到饶威了。对，我们是从名次按名次算，然后谁请谁请这样的。土豆娱乐北京报道。